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ster 门怪物神话。今天我们又来拍工业啦。今天有参加的人员是阿顺顺，嗨嗨嗨。然后呢，研究多时，总算知道要怎么把它变成精致了。首先，我们要有这个叫做高炉。高炉之前已经有跟大家讲过，这个是固定发热机，然后。摆放方法呢？首先是我们先放这个高炉，然后注意哦，这个圈圈，然后跟这它摆放的方向要一样，圈圈在一起，这样高炉才会开始运作。然后请阿顺挖掉，谢谢，因为我这里有一个很恐怖的转换包包。哦，我没有那个东东，我怎么挖？我没有稿子，算了，我自己挖。没有啊，我啊！哎，变成普通机械外壳 ，bitch！ 变成普通机械外壳。What？ 我哪知道高炉一挖就变成普通机械外壳？哦，对，阿顺，阿顺，嘿，来嘿，来，哦，好，刚才进来是白月，来，好，你这个打开，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那个？压缩空气单位罐有啊，然后首先我们先把那个空单位罐放到我现在跳到这个压缩机里面放着，让它变成那个压缩空气单位罐，再放到高炉里面，这样才能变成那个烧成精致铁锭。放啊，我放了。它、啊、可以连续使用，可是我们煤炭已经疑似快要不够了。我去楼上复制一下。煤炭不是很多吗？你有吗？煤矿。有啊，这里有啊。煤矿没有用，你要挖掉啊。有啊，煤炭啊。我放64个进去。哇吼吼吼！1、2、3、4、5、6、7、8、9、10、11、12、14，太复制太多了 ，EMG 它太强了。楼上，哎，楼下，哎，我把它放在那个高炉上面的箱子哦，煤炭。哎，相框怎么做？啊？相框？什么相框？我要放那个摆上面，就是一层，就很像一个东西，我忘记怎么说了。你忘记怎么说，我要怎么救你？就是一个框啊！你不要再玩家里的水，你没有。我知道今天雨下很大，可是我们要，人家就是废料，我拿一个废料。这里，装机箱。这里你的，哟！哦，拜托你，那个水很吵哎、欸，我要去管。没有啊，白月正在玩家里的本兽。然后还放一个船。我跳。哎、欸，阿顺，楼上的空间怎么办？楼上的空间很大、欸。我会想办法。还是你还要再多摆几个工业用物品？就我会摆往楼上摆吧。哦。白月干嘛？哎、欸，白月来，按这个按钮。你被夹住了！哎、欸，等一下，你生存还是创造？哎、欸、屁呀、啊！按煤粉可以干嘛？先把你切回来好了。啊？煤粉哦，煤粉我忘记了，我按一下 G。哦，可以做太阳能发电机跟电池。
工业电池。哪个智障在那边玩我那个？然后，还能变成那个湿煤炭啊，湿煤。不要乱动我东西啊！湿煤炭还能变那个煤粉，可以变成煤球，跟中子反射板，还有碳纤维原料，煤粉。那个重点是为什么那个没在烧，高炉没在烧？有啊，哦，它要等到那个中间那个100%，它就会变成金丝，才会变成金丝铁。啊，旁边 A 是什么？那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哎、我按 G， 它好像就是跟这个民族，我不会讲哎。它好像也是有用处的，只不过能用什么我就不知道。哎，谁做那个框？就放东西的框，忘记了啊？放东西的框。你是说那个物品展示吗？我不知道怎么说、欸，就是我可以先切一下创造拿给你看嘛，之后再把不用不要不要，就是一个框，很像我忘记怎么做了。你是说那个物品展示柜吗？不是展示柜吧，就是应该很像那个的东西啊。哪个？就是可以把武器挂在上，就也很像有框的样子啊。对啊，那就是物品展示柜啊。那做给我啊，做几个给我。你要干嘛？我要。你按 G 啊，你按 G 可以查合成表啊。我很懒得按 G， 不知道，呵呵。喂。鸡蛋很多了，要收了。鸡蛋看你要拿去变成 EMC， 还是把工业物资拿放在这里转换啊？赶快打，我们很缺史莱姆球。我们家里的史莱姆全都被我拿去做成那个联系活塞了。哦，对了，这个已经被我转换为，喂，我恨你，我恨你。哎，帮我传过去，快点。可是这里连家里是哪里都不知道。哎呦，白木耳史莱姆球被转换了。哇，你怎么把我家弄得那么丑啊？哎、你知道吗？我这个史莱姆球好像那个风之谷的那个绿水灵哦，真的好像哦。哎、为什么你给我家乱摆啊？那个东西啊，我哪有乱摆？我是很有规律的摆，好吗？屁呀、你后面那箱子都没有规律，好不好？那里后面的箱子？箱子前面那个啊，电线那个我被插。吼、我，哎呦，你又不要这样，而且我至少帮你挖一点锡矿，好不好？你就消气一下呗。先砍掉一些好了。我帮你挖一点锡矿跟铀矿。去吧。家里可以洗澡。我们家可以洗澡，只是很容易被看光光。我说真的、我们家外面是玻璃，你在我们家洗澡的时候会被看光光哦。啊，雷路亚！哎呀，上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我把它挖开，你自己看上面那什么东西。等我一下，我现在人被白月 PP 到，不知道是什么鸟地方去了、好，差点把我法力米给开掉、哎呀，你不要再开水啦！这样要叫我跟你一起洗澡是不是？老色鬼。借你的菜，你那好丑哦！这样我来了，阿顺我来了。
你说哪里的电线欧北欧北用？这里呀、啊。哦，啊，谁叫你弄成这样？你就你自己用的，怪我。哎、欸，这个机器我名字忘记了。哎、欸，机器名字，真的在你头上放下放那个哦，叉子。哎、欸，这里是电线吗？啊。哎、欸，白痴哦，你上去啦。电线在我这，现在踩的这一层。我是说变电箱哎、欸。变电箱哦，我踩的这一层再过去一点。对，你现在那个再过来一点。哦，有了有了，找到了找到了。你的稿子爆了，三小啦！你的稿子爆了啊！不要！啊！哎，丢一只稿子下来给我好不好？我来了，你要稿子哦，你等我一下。箱子你自己拿，撰稿。本来是我上不去哈、哦。你啊，你不是可以飞？我就把全部东西全部丢在里面呢、啊，我没有拿下来呀、啊，脏哦 ，bitch， 还没附魔就烂东西，怪我。那我原本要挖黑炉用的，结果黑炉挖不起来，原因不明。他就因为你长太丑啊，你可以打比赛了。好，哎、啊，这个机器我们还在研究，名字我也忘记了。哎、欸，阿顺啊，我们金字铁好像要很多啊。不是啊，我们金字铁好像会用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哦。哎、欸，对哦，我忘记叫你帮我把那啊进阶啊，我们要那个进阶机械外壳会用到，还有合金板跟碳纤维板，碳纤维板好像要。哦好像会用到镁粉，那都要、啊、用镁粉做的啊。对啊，那镁粉应该够啊。下次装备就是放量子装啊。哦，对了，说量子装，我教大家做一下黑物质装。黑物质装怎么做呢？哎，很简单。为什么很简单呢？因为我们目前要复制黑球。哎、欸，你要不要复制那给我？那个？你要不要丢一只木斧给我？我现在没有空间，你知道吗？你就用那个就好了，金定下去做就好。我现在没有经验啊，我要怎么复？我说金定，金定干嘛？做那给我，做那个斧头给我。干嘛、啊？我就直接给你做铁斧就好了，干嘛金斧？而且金斧不是做金电线很重要？我是觉得说还好，还 OK 啊。我、哦、算了，我直接给你钻斧。啊！又爆了一只。你是爆了什么一只？钻。哇！钻。没有骗你的，怎么可能钻？那我给你拿几个滑木给我哦，一滑木给我几个？54个应该够。你干嘛？你干嘛用那个区域？把它补好啊！第一次下面电线也要走华丽一点，好不好？白痴哦！你空杀小，你有没有跟我一样追求完美家具？这是什么东西？这家里设计？给你放屁！拜托，我是追求完美家里设计，完美哦！我当机也好大哦，怪我了。我们家红球有11颗，一颗红球约转1点1颗，试试看哦。好，电线不够。哇，再丢了！那么黑物质装就是跟。这样，哎、欸，拿一条电线下来给我好不好？算我自己挖好了。我没有电线的、啊，而且我箱子里面做很多条、啊，不会去拿、哦欸。等一下，好，黑物之装就这样，黑球只剩下7颗，好可怜。
黑物质装防御力会比钻石装还好，再穿起来就变这样，黑麻麻的。看，我看你黑物质装。嘿，白木哦，怪物，太恶心了。哦，你很好，我没差，我只要把这里轰掉就行了。你轰啊！啊，不是追求华丽，怎么追求华丽成这样？因为你长太丑，我把你封起来。不是啊，你连煤矿都没有挖，煤矿很重要，你应该知道吧？而且我这个是丝绸之处搞，所以不用怕会被煤矿会被转化。啊！你就管下面去啊！你闭嘴啊 ！Sorry, bitch。啊！你到底要不要帮我做相框？做什么相框？我框啊！我要等你啊！我！哎呦！哦！我要跟白月卡一起相框。哎、啊，你不是说你要自己做？啊！你说你要帮我做，你就帮我做啊！哦，好吧。我要那个。哎、欸，你的箱子会不会太穷了？啊？我的箱子啊？你楼上的箱子太穷了吧？我就给说我把风全部搬下来了。而且你楼上的火枪还有缰绳跟子弹。哎、欸，马儿，你怎么你是怎么过来的？谁骑马？谁骑马到贺荣的？不是我。哇、哦，痛死了！拿一个笨蛋砝码骑来贺荣的。哎、欸。为什么小痛的东西不见了？我要把家里楼上的红屋子炉搬下来。哎，算了，不要了。然后楼上，哎、欸，奇怪，我没有牛皮吗？牛皮有吧？没有哎、欸。那我去小东家。哦。为什么从天而降会降下一只鸡？突然跑出一个鸡蛋？小东有没有种小麦啊？苗猛一哦。哎，不会吧？小东竟然没种小麦？那我要去找小麦了。哎，阿顺啊，你这个。实验农田要怎么办？那个就可以加，也可以拆掉了吧？那多亏我们还做这么久。我哪知道？我想说应该会做成功，就还不是失败。哎、欸，会不会太扯？我们居然连一点小麦都没有。哎、欸，不对，你家楼下可以，我们那个实验楼下就可以用了。只烧种子。哎、欸，楼上还有那个绝缘电线跟那个铁锭，哎，全拿下来啊！还有一些里里扣扣的米啊，就是了。啊，我们家原本的种子，哎，哦，好像被我转换掉了。我要去找了。这个区域是怎样？哪个区域？这里感觉好像是被大爆炸轰过一样。我竟然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
欸，家里附近是没有牛了，是不是？牛好像都不用拿来做牛排了。连掰。啊，算了算了算了，我去打小麦。哦，不对，我去打种子。我们偏偏要牛的时候，不给我牛。啊，你那个实验农田一楼，我就拿来种了，种我们的小麦。种啊！啊，二楼要拿来干嘛？画力啊！那我要一段时间才能做给你，因为种小麦需要，而且我们又没有骨头。谁在骑马？啊？都有人在骑马，不知道骑谁的马。没有人骑马。哎，对了，你看的那个箱子不要动。啊？你看的那个箱子。哦，弄不要动啊。不是，你看那个箱子，把那个吸电线、跟铜电线、还有铁钉跟金钉全都拿走。哦，那我不会拿，放心。不是，我是说，请你拿走。铜电哦，谁的麦用一下？啊？有人的麦好吵、哦。我的吗？我不知道谁的，好像是没看到。一二三四。谁的麦啊？哇、哦，好快！没人的麦啊！哎、欸，阿顺，金翅铁差不多了。然后，哎、欸，为什么麦块怪怪的、啊？我不知道。哎呀！哇，太吵太吵了！我换一下材质吧。哦，好了好了，等一下呀，我怎么都到了？是你来的还是我？我的。他一直跑出的声音，我不知道哎、欸。哦，没有啊，那个是白月，白月在楼上。哎，我干嘛？结果他在玩水啊。哦，要我买牙什么剧啊？差戏，所以才会嘶的声音。那不是你的麦的问题，那是白月的问题。好了，生出一只小牛就是要杀掉一只牛，获得成就。牛不只有牛皮，牛不只有牛奶，好不好？你不识字啊？北极念错，念错。牛不只有牛皮，笑死我了。念错，念错。这个梗好笑。念错没？好了，你要的物品展示柜出来了。你要把它摆去哪里？拿下香蕉。啊，对，就是个。
对，这就是物品展示柜啊。啊，物品展示。还一个而已哦。你还好，牛皮我就只有打到两个，你还想要几个？不然我拿去复制啊。好啊，快。哇、哦！给你啊。哎妈的，我要留一点小麦。你要几个？我可能要十几个吧。你要十几个干嘛？我要放东西用的啊。哇，小麦怎么那么多？我先转换那个杆杆好吗？哦，谁要在洗澡了？白上吧。白月啊！再把那泥踩掉，吵死了。哎、欸，你可以趁着他洗澡的时候，你去把它踩掉。只是他会，害羞而已。因为你大家在洗澡，你闯进去。你还真的闯进去哦！我是看不是看不着去啊。九哥，还要再要？好、哦，还要、嗯，有点少。你到底要多少啊？你就做，算了，先在哪里？等一下，我先把最后五个牛皮用完，你等我。哎、欸，停！还有五个，丢给我啊！为什么不知道谁丢给我？哎呦，你忘记我丢给你东西要被我转换吗？走，下。等一下，我想，我要先在我的厨房拿一点 A 一点食物。哦，我楼下就有食物，我楼下很多牛排啊，下楼下吃就好。你就看那个柜子里面什么东西，就把它摆东西上去就对了。嗯，你要干嘛？哦，这样找东西比较快，好不好？哦。哎、欸，好像不够哎、欸，少一个。等一下。哎、欸，白色铜锭跟这个看起来跟我一样，好吗？什么东西一样？铜锭啊。那你就拿个东西出来放就好了。Hamburger， 糟糕！怎样？牛皮全都不见了。哎、欸，你帮我做多一点好了，做一组给我好了。那请你把一个打掉，放在箱子里面，我进行复制。因为我忘记留牛皮了。好、啊，现在给你。放在箱子。这里面，我拿锤子按按钮，我不要命了，我。你做一组给我好了，一组又一个够不够？应该是够吧，一组。我们演戏用的好大量。我多屌啊！这样把你放上面，白说你把锥子放下来。如果你点出这里，可是东西都不见了。不会啊，为什么会点？我身上不会带那个东西啊。等一下，我先把我包包的矿物全部拿出来烧。好了，没做好了，敌人你怎么全身欧骂嘛？就跟你讲说，这个黑物质装防御比钻石装还要高哎、欸，而且掉到岩浆还可以撑很久哎、欸。你怎么没给我一个？黑球不够啊！走开啊！我居然失去了连线。我也知道啊，而且。而且你的东西太可怕了，你这上面都摆东西上去对了。哎、欸，你还有没有钻石？随便一颗钻石给我吧。
那你等我吧。那、no, 我本来那个一颗就够了，我找一颗就够了。没有，上面铁定的香。哦。这铁定的，铁定我找对了。猪腰一颗。你要拿一颗干嘛？这样子啊，武器箱。白色武器箱，你放那个钻戒就可以，还放到这里。不要，哎、欸，钻戒是我要拿出，随时随地都要拿出来的。火枪就 OK 了，好不好？火枪伤害多高啊？火枪是另外还要放东西的啊。就子弹啊，而且我记得你不是有一个无限吗？对啊，你这把枪火枪无限啊，只要一颗子弹就够了，就无限使用了。我是知道无限使用，但是重点是。我那个、啊、要放东西用的啊！哎、欸，右框要放哪？最上面那边。哪里？木方块跟……啊，为什么这个是空的？你为什么连这那里是空？好啊，右框放哪里啊？先讲。就上面啊，那个这个箱子啊，这个、啊、石箱。哦那个石头箱，哎、欸，白色，你这么多矿，你还不磨？我是想考虑等一下再磨嘛。你放戒指干嘛？那是放石锭。哎、欸，停！你把我戒指吸走，对不对？对。我放了。没有，你乱吸人家戒指。我就跟你讲说，以后。要离我远一点，不然东西真的会被吸走，而且被转换就真的很悲剧。幸好戒指是无法被转换的物品。啊，不就幸好你刚好把我吃走了，所以叫你叫我远一点。你打东西也注意一下好不好？好，还我。我还了，我放在箱子。哪一个钻？哎，钻、欸、石的。我好可以。兄弟们，还有我那个嘞，那个没事，找到了。